住了 Airbnb， 然后它整层都是我们的，超好了，这样子。然后那里还有一间房，然后这里是厕所，然后这里一间房，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有就是降临值得去的地方那些，房东人超好，就是他会就推荐你去哪里哪里哪里这样，反正就是人很好，很推荐这里。你看这个房间。很不错耶，这样子 OOTD。 不管是要拍是哪款，嗯，气质汉娜，真酷汉娜。上次来说下大雨，所以没有去片片。不，我们今天是在这间 AM 推荐的，这只是一整排咖啡厅，看出来也是可以看到海，很美的。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
She's a Mona Lisa.